来，大家来看我光溜溜的下体吧！我刚刚做了 BBO 除毛，然后你给诺基看。为什么你觉得他一定会想看的意思？可以啦，好害羞、哦。你可以从后面啊，不一定啊。我的施展罗居合术，屌刀流，让我想起一部电影叫《郝邵文》，他会露那个大象，然后在那边钓螃蟹。我刚刚看到那一只大象，好光滑、啊，光滑到它的皮反而好皱。你不需要形容到这种程度，老二这么长了、啊，没有人在接这个。他说他刚除完，那个麻药还没有退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是怎样个麻法？就是打你是没感觉的。真的没感觉，哎，真的没感觉。拿球吗？上麻药比较久，上麻药15分钟，真正除毛时间大概是2分半。机器很小 ，BB， 哎，除完了。不是，因为他的仪器很大。你是唯二除过毛的，嗯。第一个是杰克，杰克来了，杰克来了。哎，我跟他做的不一样啊。他做除毛是那个，是蜜，他是蜜蜡，他是镭射，应该看，看我给你看就好了。上，他刚刚这个没有看了，上了，上小。我也想看，我也想看。为什么想看？他现在是怎样？看，我看到一点点了。那我刚刚那个动作有点太大了，一条我就明显的跑出来了。看，看，我刚刚不小心动作太大了。你为什么不给他看呢？看好，别看到了，再次。可以啊，可以 end 了，就是 end 在他痛苦的样子。